世界美味无穷。积木，积木一级学个 W。可以设伏的位置。插眼了吧？没打到，干啥呀，积木？先去插个眼儿去吧。W。可以干他了，其实一上来掏一下平 A 八半呀，他技能一个都没动，可真是有点烦呐。积木太小了，不好中，不过没关系，杀了就可以。其实我杀他这一把我们就已经无敌了，他一把都不能让我杀，他只要被我杀一把可以杀的啤酒人来。哎，你们可以不追，但是我得追。他们绝对不会看到我，先找找这啤酒人。掏平 A， 平 A 一走，上路的线儿我们得回去收去了，不玩了跟他们。但我差点钱呢，算了，差钱就差钱吧，买一瓶药。谢谢想看老猴的两张半卡。危机虚空吧，掏一下，哎呀，生，不知道这积木在哪儿啊？那积木人咋没了呢？可以啊，积木。
一换一我们都血赚啊，这波兵不让他吃。先来个水银海吧，这把六五四三二一，哎呀我塔皮我佛了，几点无限火力，这把打完可以不？准备收割，来吧积木，EQA 麻烦溜，一头打把溜，没血了吧，积木啊？给你个打把溜。让我看看这积木上哪去了，这积木随便打，让他打一会儿。飞喽！1400，哎呀，咋这么贵呢？这现在这魔宗确实有点贵呀。多来几把长剑吧，完事我来个样。梦回了，梦回了，梦回 S3 上单螳螂，我将让你颠覆对上单螳螂的认知。EQAW接平 A， 平 A 薅一下接点炎死了，真烧啊积木！看看潘森出的什么啊？潘森先出破败，挺好。看着点潘森到底欧不欧我们，省得他给我们欧了。早回家无敌了，哇这啤酒人 K 连四波追了，
哎呦我！这个裸破败 OO 确实是可以的啊。快吸血！把中路拔了，右边先插个眼啊，小心躲着呢。左边啤酒人来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可管不了啊。右边啤酒人，哎我操！抠 A 一走，平 A 打不了接抠，接平 A。掏 A， 打不了死。还差一级，我们无敌。这怎么没弹幕呢？都睡着了是吧？直播间没有人儿。哎呦我去！这不扣点六六六吗？假装不杀。其实不严，哎呦 ，O O O 来了 ，O O O， 那你可飞不着我，你想扎到我，那可费一点劲了。来个翅膀，差点钱怎么办？把这 O O O 杀了吧。都是吧，呀，他飞下去了，走回家。还差30层，360，这30层结束我们就无敌。先去打个蓝 buff， 准备收获。我都没明白你个福耶哥要蓝干什么玩意儿的。哎呦我啤酒人，哎呦我啤酒人不把我当人。啊，蜻蜓点水，这点水不行吗？这点水 OK， 磨切了，开杀。当我们磨切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世界崩塌的时候。先插个针眼，打溜 A 接掏，开 R A 接掏，打不了一掏，还剩个积木，哪去了积木？
为什么又有镜花？漫天飞雨！哎呦哇，这呀，没飞起来。佛仙呢？好吧，妞，别急啊。别着急，急肯定是急不来，掏打发溜，抢我人头，回家吧。来个夜印之风吧。这波我有种感觉，我要五杀了。来，可以打。打不了一 Q， 飞上来，开 R， 打不了开 R，A 接掏，过来杀啤酒人，飞。还有个积木，飞，打破就接偷，接平雷。